首先在这里跟大家致歉，是我不够努力，所以没有成功的赢得这场选战。那在这里也祝福我的对手廖先祥先生进入立法院的之后能够好好的为乡亲做建设。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金山、万里、瑞芳、平溪、双溪共寮对于平鱼的大力支持跟肯定。那另外也要特别感谢在汐止支持平鱼一路走来支持平鱼的乡亲。那我想这只是一场选举，我们还是要继续向前，继续去努力，所以在这里感谢每一个支持我的人。那也期待我们新北市第十二选区未来可以更好，那未来我也会在不同的岗位继续为台湾努力，继续为台湾打拼。谢谢大家，谢谢。